画面，大家唔通以为温条刚将速度变慢，演员用伊的表情和动作做出了这么逼真的慢动作。这条表演不只是台顶有主角，台下的观众也是演出的一份子。请选择。由观众来评选，对一边的韩国拌饭较好吃，因的选择让演员必须在现场做出大家都会笑哈哈的反应，这就是韩国拌饭秀的趣味。大家会活动到台上去，然后尝一下这两位厨师哪位厨师做的这个拌饭好吃，然后他去评价这个厨师。看到很多其实在台湾很少看到的导演模式，刚刚那个慢动作就是很难，80分钟，我们云林这一场是全版演出，要特别强调这件事情，因为上次在苗栗的国庆烟火的国际艺术节只演了65分钟。在韩国要看他们的表演，最不爱提出1500块。这次官府为了2013年农业博览会暖心，特别举办秋风艺术季的活动，第一场就邀请结合当地特色饮食的韩国团体来展现他们的创意。朋友的创意也厉害，为了宣传韩国的拌饭，所以我们策划了这个演出。大家看了表演以后，这个表演融入了很多的那个饮食文化在这个剧情当中。我们演出的内容主要有演员来用 beatbox， 还有 acapella， 还有武术，结合这些很多的特点去演绎这个剧目。出比精彩的拌饭秀演出了两天，让3000多位观众感受到国外表演团体的实力。因将传统饮食结合演出的创意，应该也可以带给婚礼的观众一些不同的想法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